舍弃定保留？舍弃是因为你觉得那件物品再没有价值，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它是一件宝物呢？拥有越多就越快乐，我认为分享越多才真的会越快乐，因为这样才会将一件物件由没有价值变成有价值。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，我觉得我应该为它做些事。信念是一种力量， Find the strength, Shiseido.